月台月下的偏星空，食，可是拍不起来。我觉得看不太出来。有啊，它有一个那就角只啊。缺那个角。对啊，这就叫而且偏那个食。你拍是一整个圆的。对啊，拍不出啊。你拍起来是整个圆的，但它其实有点偏。对。哦，没拍到，拍不出来。好了，现在是月偏食。我今天被偏多少了？有月环食、月全食跟月偏食，主要就是月全食是在美国啊，所以现在的月偏食好，会现多少一点？日全食的话很少，日全食不是很少。现在是模糊的姐姐在为我们说明。日全食是要就是，反正月全食跟日全食都是要日地月同条线才会产生日全食跟月全食。哦。啊，这就是投影的问题而已啊。所以才会产生月偏食跟日偏食。哦，好。总之就是死了，只是我拍不出来。9:20，今天要开始改滑板，好，靠近倒影部分。早安，现在9:35，然后昨天有月偏食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看到？昨天有上楼去拍，但是有没有录下来不知道，因为我是用 GoPro 拍，说是我猜是录不到什么东西。那今天早餐一样是这家路易莎，那为什么买这一家呢？是因为那不是我说哦，那要排队好久，就我老婆很聪明，她就电话订，然后我就下去拿就好了。那今天会做的事情应该很明确，就是改滑板。那很多滑板到我这边的朋友呢，久等了，今天陆续会把它改好。然后看今天也许来不及出，明天会陆续寄给你们，那我会个别通知。那如果没有通知到，就是还没有好，那请耐心等候，我尽量在这个礼拜把它全部都完成。那晚上会有个聚餐，我很久不见的姐姐，找我吃饭，那看有没有机会录，看情况。好，上工。12:35早上，哦，今天订单很奇怪，网购订单蛮多的，那全部都转单完毕，接下来要做出货。然后今天，有两位朋友订 SPA， 巧的是两台都刚好剩红色，然后他们都要红色 OK， 今天要把他们出出去。然后呢？我会整理好今天要改的滑板名单，因为我一天改的数量有限，我大概忙完之后就开始改，但是今天改完可能来不及寄出去，预计明天开始寄。好，开始。2:00，哇，今天要出的货都弄完了。今天出的货都处理完，就刚刚那一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因为今天4:00会有人来拿东西，然后5:00要走，所以预计我今天改板子可能改不多，所以我决定先把到这边的板子全部钻过孔，明天再一起装，这样会比较有效率。2:30，肚子还是饿。所以下去买便当，今天换个口味，油饭鸡腿，啊，茶。
哦，这油饭是不错吃啊，但有点硬。然后这个炸鸡腿皮太油，哦，那如果把皮剥到这里面就还不错，哦，OK 了。然后吃完之后就开始改，看改多少算多少，就这样。准备动工。先把那些钻洞，钻洞完凝练在一起做，这样会比较快。4:40，刚刚一个老朋友来访，这个网站 ，Mega Ranger 的部落客，他来拿他的板子，然后盖好给他，聊很多，加油，知道你也会看，他刚讲完，有一个网友送板子到楼下，好下去。4:54，大概5:00有黄油爱拿18，我休息一下好了，都还没有改，然后那两个钻好洞，看来今天大概就这样，下午茶，然后吃完待会啊再配他，新访客，哎他走了，你不去。Hello， 健康。好去，我们家有阵子没养狗了。嗯。现在5:50，刚刚来的那个乌尼海胆。哦，刚刚我的助理还跟我说，难得有访客来，不是人。好去，然后他刚刚来拿空拍机，然后顺便给我这个，谢谢你。啊，谢谢。嗯。太代替小朋友跟你说谢谢，因为小朋友应该很喜欢这个。快6:00，那晚上跟家人聚餐，今天应该改不了什么板子，明天再继续。现在是6:15，难得这么早下班，因为老姐找我吃饭。啊，真的很难得，今天是麻辣锅。拍照。刚刚捷运站的工作人员又请我把电源关掉。OK 啦，这个是应该做的。我刚刚是又忘记。
锅主义。Go go！ 最刚弄完了啊！最刚，好淡定啊！最刚现在这刚刚定了的体系，最刚才定的话，应该要放快一点。我这是放快点。又有人家哦，这个 WiFi 啊，哦，这个是你的麻将间了，啊，这是这个线是将来要摆东西的哦。会跳舞，这个交友年轻人的那种霹雳闪舞啊。接你啊！好，哦，那老刚刚做大件的呢。对啊。哦。哦，还有这个哦。嗯。对啊，它就是。对啊，你讲什么？哦。灯光美气分家。哦。挺高级的。哎，真的哦。这顿人咖啡床。可是以前下来都没注意。有啦，以前就有了。啊，不要奇怪，以前都没注意。以前就是这样。拜拜。拜拜。别急啊。想让等你啦。好。来，喂，我小心。反正我都走人行道，还好。好，现在是晚上10:16。哇，今天喝了些酒，然后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。相机，我相机没有带回来，所以今天回去没有时间可以剪影片，因为我的相机没有带，所以只好明天早上再剪。然后今天开心跟我姐聚餐，然后她送我一包东西。